走了49年，方向却不止一边，行装偏爱黑色，内心却仍是此间少年。护照48页，但每个终点都值得赞颂千篇。旅程左右万里，时差却最多一天。世事上下千年，却偏要说出瞬间。就时间最漫长的夜，就时光最远的边界，天一亮就苍老的街，来不及看残生了却。2018，世界依旧很大，大到可以小说。本节目由凯迪拉克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源于荷兰自家牧场、荷兰原产原罐的美素佳儿赞助播出。各位小说的观众大家好，喜笑颜开啊，每次我们离开了杂书馆跑到了世界各个地方就非常的高兴，尤其是今天要讲的这国家是一个非常让人高兴的国家，我们来到了按照我们这个地理课本里讲的叫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提到这荷兰先给大家说一个有趣的对联啊，晚清的时候文人闲得没事干，他们发明一种叫无情对。这无情对什么意思呢？就是上联下联对得特工整，但是完全就是八竿子打不着，谁也不挨着谁，离得越远越好。不像过去对联什么海水潮潮潮潮潮潮潮落，下面浮云涨长长涨长长涨，像说的都是这个景色，或者是横眉冷对千夫指，辐射甘为孺子牛，说的是这个自己的气节。这无情对纯粹无厘头，就是完全毫无关系啊。比如说郭沫若郭老就曾经对过著名的无情对，三星白兰地这个上联啊，下联叫五月黄梅天，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对得特工整，星对月，三对五，然后黄梅对白兰，地对天啊。其中在这无情对里面最漂亮的一副对联啊，就是跟荷兰有关啊。上联叫什么呢？叫宫门桃李峥嵘日，下联叫法国、荷兰、比利时，完全彻底没关系啊！但是对的极其工整，你看宫对法，门对国，然后桃李对荷兰，都是两种花的名字。最有意思的是峥嵘对比利，你争的是荣，他比的是利，然后这个日对时，就非常的漂亮。当然还有，我觉得没有这个精彩的啊，也有叫什么美人苹果脸，瑞士葡萄牙，美人对瑞士。当然也有一说啊，这个美人苹果脸这个对的是光绪来的，光绪捧着珍妃的脸说珍妃苹果脸，然后珍妃立刻脱口而出瑞士葡萄牙。这个事儿其实我有点不相信啊，因为中国长期以来管葡萄牙叫弗朗基，怎么都跟这个对不上，反正葡萄牙肯定是最不像的啊，所以这个估计是个传说，这人民热爱珍妃，所以珍妃就来了一葡萄牙，说明我们给了荷兰这个国家一个特别美好的名字。应该这么说，我们当时接触西欧开始对西欧赋予美好的各种想象啊，以至于欧洲国家的名字都给起得特好，欧美吧，英，大家想德啊，法意，这都是从我们最古典的四书五经来的最漂亮的词儿。大家想想看，哪些字用来给中国的皇帝冠谥号，无非就是英宗、德宗，全都是特别美好的名字。但是其中最美好的就是荷兰。但是一定要插一句啊，我们就不把它分成尼德兰、荷兰，统一都叫荷兰。其实呢，它的国家是叫 Netherlands， 就是这些省的联合。但是呢，我们自古就发现管它叫荷兰。荷兰其实是它这个联省共和国里最大的一省，叫荷兰。而且荷兰没有冠以各种神奇的英武的大名字，而是给了一个特别漂亮的花的名字，以至于这个在日本好长时间学习西欧的时候管这个学问叫兰学，
听起来就特别美好，说我们日本人学习蓝血。从这儿又说明什么问题呢？又说明荷兰在很长时间是代表了欧洲文明的，曾经是雄霸天下，代表欧洲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明、最先进的工业技术、金融等等等等，啊，以至于十七世纪通常被叫做荷兰世纪，然后荷兰在国内管十七世纪叫做 Golden Age 黄金年代。中国在那个时候也跟荷兰有大量的接触啊，不光是接触，而且还正面迎战过荷兰。东西方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就是荷兰代表欧洲出场，然后郑氏家族代表亚洲文明出场啊，因为那不能叫明朝，也不能叫清朝，就是郑芝龙、郑成功这爷俩的海商集团代表亚洲出场对战荷兰的海商集团，俩都是公司，其实是俩公司之间代表俩文明，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这次就真正的来到了荷兰啊，来到了这个美丽的啊鲜花和奶牛的国家。鲜花就不用说了，郁金香之国，荷兰最著名的。然后奶牛，全世界只要看到长得花的那样的就是荷兰产的。大家说荷兰还产荷兰猪、荷兰豆，但是荷兰猪是不能吃的，荷兰猪是并不是猪，其实是一种豚鼠养着玩的。但是呢，从鲜花、奶牛和荷兰猪、荷兰豆也可以看出来，荷兰人的经济头脑是非常的厉害。大家像荷兰这个地方40,000多平方公里，有一个事儿很有意思啊，其他国家都有精确的说这国家面积有多大，这个唯独荷兰这面积各个时候记载的都不一样，因为它这面积确实在变。因为荷兰是一个，这个大家都知道，低地国家喽，啊，所以它靠着在海边建了大坝，把海拦在外头。荷兰相当一部分土地是低于海平面的，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阿姆斯丹就低于海平面，我现在等于坐在海底下跟大家聊天。所以荷兰本来就是个低地国家，然后拦着海以后就开始填拦进来的这些内海，然后不停地填内海造陆地，所以这个荷兰的面积很不一样。说这荷兰多大呀，然后每年都在涨，这挺逗的这国家。但是它涨来涨去也就40,000多平方公里，18,900万人口，啊，大概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那你不能跟澳门、香港这比啊，那是一城市，就跟这个人口上千万的啊，这个比荷兰人口还多、人口密度比荷兰还大的，大概就只有孟加拉、韩国和台湾地区，啊，所以荷兰的经济头脑呢，就是要有高价值的东西，啊，在人口密度这么大的情况下，荷兰发展农业怎么发展呢？大家知道荷兰是全世界第二大农业出口国，这么小一个国家40,000平方公里，美国排第一，荷兰排第二。通常人都想不到，通常大家会觉得法国什么阿根廷，没有，荷兰是第二大农业出口国啊。所以荷兰人民这个厉害就厉害在这儿，荷兰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适合农业的地方，因为它一是低地国家，靠填海填出这么多地，大家知道填过海的地那都是盐碱地呀，但是荷兰人民居然就在这样的盐碱地上种出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养出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牛，产出了世界上最好的牛奶。大家看荷兰人长得身高，荷兰男的平均身高1.84米，我天，我到荷兰小便都得踮着脚，这对游客太不友好了。这幸亏我来了，我还1.78米呢，我说这日本游客得抱着驮着一个才能上了厕所。女的身高也1.7米啊，和他们这个农业奶牛发达有非常大的关系。而它是大量的这个水系，大家看到阿姆斯丹整个就像一个扇子一样，就是一层一层的水系，因为它都是人工建的嘛，相当于是建了好多个威尼斯，然后在这建起来一道一道运河、小河沟等等。所以它放牛跟别人放的也不一样啊，人是得真的去放牛，放一会儿得拉回来省得跑了，因为它水系发达，每个牛都被圈在水系中间，所以牛可以自己非常心情愉快在那儿待8个小时、10个小时，导致牛奶的质量非常的高，说明它几种经济头脑。第一叫种植高价值的作物，这个花儿你卖粮食，那你得多少地去卖粮食，美国人去负责卖粮食，荷兰人负责卖花。第二就是一定要用科技把这个东西弄到最好啊，荷兰牛为什么好，那个牛奶为什么好，那它是自己培育出来了世界上最好的品种。第三呢，会做买卖，会把东西卖出去。荷兰猪、荷兰豆就是一代表，因为荷兰猪根本就不是荷兰的，荷兰猪大概是南美什么地儿的，但是荷兰人呢在全世界做买卖，他要把这东西卖到那儿去，他就得说这东西是荷兰的，不远万里运来的，你得多花点钱。荷兰豆在荷兰叫中国豆，然后在中国叫荷兰豆啊，所以在这个荷兰呢，我们转了好几天啊，特别的幸福。
应该是这么说，在即使是高度发达的欧美国家里，荷兰都是排在前面的啊。无论从人均生产总值也好，还是从它的工业、农业各方面吧，啊，荷兰都是发达国家里的那个发达国家。就是你走到街上以及开在路上，看两边的树花、建筑，每一个窗口的所有的布置，包括它的色彩，就能感觉到不光是一个发达国家，而且它是一个有老钱的国家，而它是一个有历史的国家，它是一个有审美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喜欢的地方。你要知道，你要从荷兰开车，你比如说你去法国，你就一路向南开吧，你都不用睁眼看，你就闭着眼睛在车里待着，只要那开着开着特别平的那高速公路突然开始颠了，到比利时、法国了，可见这基础设施跟这个荷兰是不能比的。啊，然后你在法国闭眼继续开，开着开着，更颠了，到西班牙了，西班牙那就更破了，或者到意大利了。荷兰的公路等级之高，据说要这么厚的地基沥青，因为它是低地国家。你在美国就这么薄，所以美国路压的，大家来洛杉矶都说这什么地儿啊？我开车都全这样的。而且还有一个之最，就是欧洲主要国家里，除了英国以外啊，欧洲大陆国家里面英文说最好的。几乎可以把英文当成荷兰的第二官方语言，或者叫第二母语。这荷兰人90%都能说英文，而且大量的人英文说的好极了，好极了。因为这个英文好，还沾了个光，就沾了个叫英国脱欧的红利，啊，因为英国一脱欧，这大量的这个大公司的欧洲总部要从英国搬走。你离开欧盟了，那我得享受欧盟的各种待遇、市场，还有国际公司。原来是双总部，就是在鹿特丹和伦敦。那些英国脱欧，伦敦总部就取消了，现在唯一的总部就在鹿特丹，还有大量的国际公司搬到阿姆斯丹。哎，这地儿大家都能说英文，然后教育水平又很高，荷兰的大学非常的著名。荷兰的留学制度也很有意思，留学你交8000欧元，但是如果留学之后你在荷兰工作，你为荷兰纳税，他每年退1/4的一年的学费，4年又给退回你8000欧元，当然不是全退啊，就等于你总共交了这个几万欧元，但是因为你为荷兰工作纳税，还能退你一部分学费，啊，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在荷兰是感觉非常好，因为我喜欢又有欧洲风情，可是你又能说英文这种地方，那荷兰就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啊。咱们基本上还是按照我们老套路啊，这次呢我们先讲历史，然后再讲观感，然后再讲思考。讲历史这个很容易，荷兰历史呢，如果从王侯将相史来说，是特别特别轻而小，因为荷兰根本就不是一个靠王侯将相来建立的以及来持续的这么一国家。争取用5分钟就把荷兰所谓的这个王侯将相统治史就讲完了，估计5分钟都用不了啊。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姓威廉的德国人啊，来到了荷兰，当时荷兰还在西班牙统治之下，但是他是西班牙国王非常宠信的一个秘书。他虽然是德国人，但是他热爱荷兰，于是他就带领荷兰人民革命，于是就成为万世一系的著名的奥兰治家族。其实奥兰治就是 orange， 就是橙色的意思。所以大家看看荷兰队踢球的时候为什么穿橙色的，因为他们热爱的这个王室家族。所以他就是威廉一世，或者叫沉默的威廉，因为威廉一世有俩，威廉二世有俩，威廉三世有俩，这是荷兰最怪的地方。他们家怎么不会起名字呢？他们家的孩子绝大多数都叫威廉，大概其中只有俩不叫威廉的。啊，所以威廉一世后边有俩不叫威廉的，然后威廉二世、威廉三世，威廉三世又一是著名的威廉啊，因为英国的光荣革命把这个詹姆斯二世给废了，国会废除了国王。后来说废除了国王怎么办？再找一人来吧，找一人又不能找国王最亲的人。为什么要废除这个国王？因为这国王信天主教，啊，不让英国信新教。后来议会就一想，咱们从新教国家找一个有继承权的人。结果威廉三世本来正在这儿当执政，他不是国王。威廉一二三四五世都不是国王。突然间来封信说，今天你成了英国国王，给他自己吓一跳。他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于是哥们就跑到英国和他的老婆玛丽一起统治英国，啊，因为他信新教嘛，啊，当然了，给英国带去了巨大的福利，因为威廉三世去英国的时候，英国还是个远远不如荷兰发达的地方啊，所以他带去了荷兰先进的金融思想等等等等，英国才开始追赶荷兰，变成第二个金融大国。啊，威廉一二三四五都是执政，到威廉五世后突然拿破仑来了，所以这历史很简单，拿破仑都打跑了，跑了以后这儿就成立了傀儡的巴达维亚共和国，然后拿破仑就派他弟来了，说弟弟你去荷兰当国王吧，弟弟就去了，啊，去了以后这弟弟还爱上荷兰这个地儿，特别逗，德国人来当执政他也爱上这个地方，拿自己当荷兰人。最可笑的是拿破仑弟弟跑到这儿来当荷兰国王，
这个路易·波拿巴，结果这路易小弟也爱上荷兰，深深的爱上荷兰。为了爱上荷兰，跟他哥差点都掰了，因为他哥说我们执行大陆封锁政策，坚决不跟英国贸易，把英国憋死，啊，这个英国封锁整个大陆，然后拿破仑封锁整个英国。啊！但是他弟为了荷兰人民喜欢做买卖，这个，所以他弟居然就连他哥的皇帝的圣旨都抗命，荷兰人在他弟统治下继续做买卖。荷兰人其实不太在意到底谁来统治，最重要的是让我做买卖，让我能挣钱，这是最重要的。拿破仑失败了啊，这都过去了，威廉五世去世了，于是就把威廉五世的儿子找回来，说你继续当执政吧，就叫威廉六世。威廉六世突然又变成了威廉一世，这事儿太逗了，他们家不但都叫威廉，而且这个数字只能数到六，他们家估计就六个手指头。于是就又变成了威廉一世。为什么又变成威廉一世呢？因为荷兰人民经过什么拿破仑之类的，就突然觉得我们这个共和制不太好，我们还是找一独裁者吧，说求你，你别当执政，你当国王得了。啊，于是威廉六世执政，变成威廉一世国王，又变成威廉一世、二世、三世。紧接着他们家就不生儿子了，继承的老大都是姑娘，于是就威廉明娜以及他的女儿以及他的外孙女，啊，连续三任女王，就是统治了100多年。其实他们家是姓拿骚，德国，但是呢，封在奥兰治这个地方，荷兰，啊，所以他们家的姓就很复杂，就是奥兰治、拿骚。结果因为女儿继位，都把那丈夫的名字也一块加上去，于是他们家这名字就越来越长。荷兰皇家名字现在这么长，三任女王之后，终于生出一儿子，现在的荷兰国王又是威廉，他们家好几百年。就爱上这威廉这俩字儿了啊！荷兰就是这么单纯的一个国王世系，当然了，中间稍微有一点非直系的啊，因为威廉三世没孩子，因为他娶了一个公主玛丽，玛丽没给他生孩子，于是就找了一个稍微远一点的亲戚，但是共同都是威廉一世的爸爸那儿传下来的。好，说完了，荷兰的王侯将相史就这么点儿，他不像讲法国，我天，复杂。英国能讲三天三夜，就光那些亨利几世、乔治几世、爱德华几世，复杂之极。但是荷兰最有意思的历史，不是王侯将相史，荷兰最有意思的历史是他的公司史，他的公司，他的生意雄霸全球靠的是什么？啊，这个是最有意思的，因为荷兰去全世界各地，跟他那个王室没有太大关系。啊，它不像英国的王室、西班牙王室直接就掌控了你这块地方，然后在这儿殖民大家等等。荷兰没有，荷兰从开始这块地方的人民就对于有一个国王就没什么兴趣。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最边上。啊，荷兰其实很长时间属于神圣罗马帝国，所以荷兰人和德国人其实是有很近很近的血缘。啊，荷兰语和德语其实30%能互相听懂。基本都是打着这个漱口音，啊，只不过大概是德语的一个非常奇怪的变种的口音，导致它的拼写比德语还复杂。荷兰什么都好啊，应该说最痛苦就是它这名字，各地名人名这太长，记不住，也不会念，经常出现仨辅音字母连一块儿，你说这怎么念也不知道。我经常在路上拍一个18个字母长的一地名，天哪！施瓦辛格14个字母，在加州竞选州长的时候，记者都不干了，说我们这报纸写不下。你说要是荷兰人去竞选一个，哈哈哈哈，这报纸得长得这么大才行。再加上它又是低地国家，经常海一涨潮就给淹了，所以大家都对地在这儿的人都没多大兴趣。哎，结果反而导致了大家就是很和平的相处。荷兰应该不能叫民主，应该叫做共和，因为共和跟民主是俩概念啊。民主是人是主人，共和是。大家每块地方平等叫共和，如果又民主又共和那就挺好啊。所以它共和就是说我们这几个省大家比较平等，能一起商量事儿啊。所以荷兰最开始就是靠这几个省一起啊，包括了现在的荷兰、现在的比利时的相当一部分卢森堡，然后慢慢他们就自己组成了一个会议。这荷兰是空前喜爱委员会的地方，就是什么事儿都得搞一个委员会，能一个人决定的事儿也不决定，以至于他们后来被人征服，一会儿勃艮第来征服，啊，这儿变成了勃艮第王国，但是也没用，那勃艮第国王也不管啥事儿，因为他们还是叫联省自治委员会，啊，在管事儿。那后来就是欧洲皇室就拼了命的结婚，勃艮第国王，然后神圣罗马帝国国王、西班牙国王，总而言之，大家各自带着嫁妆，结完了婚以后，突然发现。西班牙成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帝国，因为当时不但领有美洲殖民地，而且西班牙国王同时还领有意大利、荷兰，都是嫁妆，结果最后导致一个超级大的西班牙帝国。但是西班牙在这个荷兰争重帅，因为荷兰商业贸易各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好，
啊，为什么呢？因为大航海时代开始以后，欧洲重心迅速从意大利就转向了北方。我给大家讲过好多次，什么威尼斯啦、热那亚啦，包括美第奇家族、佛罗伦萨为什么发达了呢？因为在大航海开启之前，这世界上最好的贸易线路是地中海，所以意大利这临着地中海，因为当时没有绕过非洲的航线，所以所有东西都得靠阿拉伯人从东方运来，然后在这边地中海下海，靠着威尼斯、热那亚这些去把它贸易到欧洲去，啊，所以它发达。结果大航海开启了新航线，热那亚、威尼斯迅速衰落，马上北方兴起，啊，北方兴起谁先兴起了呢？就是因为没有国王的统治，导致这个大家非常平等的，而且由于这个地不太适合种，人口密度又高，所以大家就天天干什么事呢？大家就天天造船喽，做生意喽，开银行喽，就是荷兰人，啊，所以荷兰人迅速代替了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成为了欧洲金融经济的中心，啊，导致西班牙一看说你们这些人这么会做买卖，这么能挣钱，那得了，你们就多交税吧。结果西班牙国王残酷剥削荷兰人民，导致西班牙帝国一年的整个财政预算一半是荷兰人民交的，比美洲那发现了黄金白银的那还多，啊，这荷兰人民不干了啊！依照今天荷兰的民族主义是最低的，但是你这个逼我交这么重的税，这是不行的。于是荷兰人民就起来反抗，就刚才咱们讲的这个沉默威廉带领大家反抗，于是就把西班牙打跑了，啊，打跑的时候签了一个停战协定，荷兰正式独立成为一个共和国，啊，咱们就管它叫尼德兰共和国或者荷兰共和国，最准确的翻译应该叫低地联手共和国。就大家哎，共和国有了，有了以后干什么呢？荷兰说这西班牙、葡萄牙这个傻了吧唧出去弄全世界各地，弄来弄去，但是他不会做买卖呀，他只会逼人家开矿，啊，挖点银子，银子总有挖光的时候，金子总有挖光的时候，我要出海去做生意。就在打败了西班牙的同一年，就在彼得大帝刚刚离开的时候。大家想，彼得大帝当时去欧洲去学造船，干嘛去荷兰啊？啊，那会儿也没签证什么问题，就是因为荷兰最先进，啊，因为荷兰低地国家，所以荷兰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大家想想，低地国家造海堤，造了海堤，你总不能这港口直接就出海了吧？你总得有船闸等等等等，要不然你这港口一开一豁口，海灌进来了。所以荷兰的这个制海、造船各方面的技术、船闸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啊，所以这个彼得大帝到荷兰来学习造船。在这儿多插一句啊，但是荷兰也没有后来中国人啊、东亚人想的那么说啊，西方那时候已经有科学等，也没科学，啊，彼得大帝去学造船的时候，造船并没有图纸，啊，不像后来的科学啊，怎么把这船然后设计排水量等等，载重舱没有，还是靠这个老工匠带年轻工匠，所以彼得大帝就当学徒工，就是靠口口相传，并没有计算公式，也没有蓝图。但是荷兰人聪明，为了能造船，专门种树的时候，这树一边长一边用绳子拉这树，导致树长出来的时候就是弯的，长成那么弯的，正好造船底用。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把这木头弄弯，或者那个成本可能更高，所以直接长树都这样的。所以荷兰当时有全世界最好的造船技术，枪炮全世界最好。大家别看什么葡萄牙带了弗朗机来，但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这个枪炮武器都是荷兰制造的。啊，就包括路易十四太阳王的军队都从荷兰买武器，啊，所以荷兰一想，得了，原来我只管做贸易啊，做金融，但是我也攒够了钱呀，因为咱们不是之前讲古代金融讲过这个阿姆斯特丹银行，哎，这就来了啊，就在我们讲东西这对面 VOC， 啊，主角出场了，这个荷兰雄霸天下的两大主角，其实应该叫一个主角一个配角，最大的主角叫做 VOC， 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哇，中国人民听到这个名字好熟悉。帝国主义来了啊，就占领台湾、印尼等等的，就是这个荷兰东印度公司，包括南非，啊，这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拿到了这个特许状之后，它完全是一个私营的公司啊，而且它是全球第一个上市公司，啊，荷兰人发明了这个股票交易所，而且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这股票交易方式。大家知道，今天还在股市上流行的什么买空、做庄、锁定筹码。等等，所有这些玩法全是荷兰人发明的，所以大家不要崇拜英国啊，这都是荷兰人发明的。这荷兰人发明了以后，被威廉三世去英国当国王的时候，把这套东西给带到英国去了，英国才学会，啊，所以啊，成立了一个大型的股份公司。这个股份公司之强大，
估计每一个创业者都梦想说，老子要有一天创立一个荷兰东西的公司，可太厉害了。这个 VOC 这个公司权力有多大？它有自己的货币啊，荷兰这个地方叫盾，其实不知道为什么翻译叫盾啊，因为它叫 guilder。从这个 guilder 这名字能听出来荷兰多重商，啊，这 guild 就是商会的意思，行会。现在还有美国什么编剧工会也叫 guild， 导演工会也叫 guild， 啊 ，guilder。加了个ER，就是 Guild 商会发行的这玩意儿叫盾。东西的公司有自己发行货币的权利啊！大家现在如果玩古钱币的话，还经常能收到他们当年的那种巴达维亚银币啦，或者上面印着 VOC 的那种铜币啦，自己有货币发行权。当然，他们也大量用西班牙的银元啊，叫里尔。啊，西班牙语言当时在中国都通用，就到后来大家说英洋啊，什么里尔，这都是墨西哥印的，啊，美洲产的白银，啊，所以自己有自己的货币体系，自己还可以发行货币，啊，顺便说一句啊，这个东西的公司曾经最高潮的时候市值到了多少呢？啊，就是咱们后面几集要讲到的郁金香泡沫时代，啊，它曾经到了市值7800万吨，折合今天的货币是多少钱呢？是79000亿美元。大家知道现在上市的公司里嘛，最大市值的苹果大概8000亿美元，然后什么微软啦、亚马逊啦、Google 啦、阿里巴巴啦、Facebook、腾讯，全都加起来也没它一公司大。然后有自己的军队，使用自己荷兰东西公司立的法，啊，有自己的董事会。啊，这董事会基本上就叫十七绅士，这荷兰著名的十七绅士时代啊，这17个人，啊，17票，阿姆斯丹占8票，因为他是当时好多家做贸易的公司联合起来，为了自己内部避免竞争，所以联合起来说阿姆斯丹就是咱们在所在这地方，他这公司最强大，这个分部最强大，所以他占了8票，啊，然后泽兰省占4票，泽兰省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省啊，所以后来才有了 New Zealand。New Zealand 就是荷兰人发现的，所以把自己这个 Zealand 这个省弄那儿去了。然后著名的咱们爱国主义教育说郑成功怎么打败了荷兰人收复台湾，那个地方叫热兰遮，但你仔细一看那英文，它还是 Zealand， 其实那地儿也是 Zealand， 只是 Zealand 地啊，被它翻成了热兰遮。那个地方 New Zealand 被我们翻成了新西兰，所以，泽兰省占4票，啊，剩下5个省各1票，啊，它就是7省共和国。啊，所以这个基本上成立了这么一个 VOC， 啊，这个 VOC 强大到什么地步？它最辉煌的时候，整个那半个地球，大家像南非人为什么叫布尔人？布尔就是荷兰语，南非用的那种语言是特别奇怪，是结合了荷兰语和一点英语、一点本地土著等等吧，混合的一种语言叫布尔语，它那个地方的人就叫布尔人，其实就是荷兰人的后代，啊，所以钻石就在那儿发现的。所以为什么今天全世界最大的这个钻石交易都在荷兰比利时，但比利时很长时间属于荷兰的一部分啊，所以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因为荷兰占领了南非，在那儿殖民，哇，钻石从南非发现了，所以哇发财，然后东西的公司转来转去啊，先是这个转到了澳门，然后企图跟葡萄牙当时已经没了，这国家就被西班牙给灭了，然后这个转来转去企图把澳门弄了，结果一看有点离中国太近，也而且打了一小仗还没打赢。荷兰这个国家特别逗，打仗的所有原因就是为了做生意，啊，其他的原因都不值得开战，最后也是他后来衰落的原因，啊，所以他对打仗计算的非常鸡贼，他不像那些民族国家打仗，民族国家打仗根本不算账，民族国家就为了战胜你，为了这个还我河山就跟你拼了，啊，不计成本。那么荷兰不是，因为这打仗这军队是属于公司的。啊，东印度公司的舰队，东印度公司当时有10000雇佣兵啊，10000艘重型战舰，啊，是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一来二去，最后就找到了爪哇这块地方，啊，于是把那儿命名成巴达维亚，开始了整个的殖民活动。画画荷兰，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后面还有精彩的哦。然后咱们就随便提问吧，来，高老师您好，我是这次有幸入选20位分享会的观众之一。您刚才结尾的时候说到了您的阅读的口味从美文转到了一些比较有力量的文字，我觉得特别的羡慕吧，特别是我们00后在现在这么，你是00后啊，对不起，我长得太老了吗？不是，我是说他们怎么能把未成年人放进来听我们在
那个里面讲的是未满十二岁不得入场，不是未满十八岁不能入场。我这齐哥恋花什么，你刚才都听见了吗？我马上就成年了。OK。好的，那就是说特别是现在在我们这个快速消费的时代，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诱惑，包括像很多的电视剧啊游戏啊，那在这种时代的话，要去怎么引导大家去阅读，去寻求阅读方面的成长。我特别不喜欢把这些东西分成高低贵贱之分，就比如说读书好像就高人一等，看电视就低人一等。我觉得所有的经验，所有的都是来自于你自己的能量密度匹配的那种输入，所以才有了这么多多元化的输入的东西嘛，有书籍，有游戏。我相信打游戏有可能打成大师，从游戏里领悟整个世界的真谛。三体不就是从那个游戏里开始，然后包括最近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有领悟力的人，其实你干什么你都可以。所以我觉得并没有一条什么样的标配道路，叫你需要先干什么，你需要读唐诗三百首吗？还是你需要从小打游戏？我觉得这些都没什么。我觉得你喜欢这个事儿，就说明你的能量密度跟它匹配。就比如说有的人能量密度大，就必须上北上广那儿去拼搏去，有人能量密度就清淡，他就喜欢在这儿，所以北上广才因此变成了北上广，因为能量密度那样的人都跑那儿去了。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时代，技术的进步导致所有的威权型的知识这个垄断者都被打破，啊，每一次的技术进步都打破了这些威权啊。最开始人们只能在青铜器上这个刻字的时候，那占卜师就是最厉害的，只有他能在青铜器上刻点东西。那后来竹简一发明，马上就把它消解掉了。所以每一次的技术进步都把那些所谓的自己掌握了知识而你没有那些人给消解掉了，啊，就包括高高在上的哈佛大学。那我在那里面跟教授聊天，教授也说很痛苦的说，是今天是学术好像价值最低的时代。我说你应该为此感到高兴，你不应该为此感到难过。你的价值降低了，说明全社会的整体的思想价值提高了，跟你的差距没有那么大了，你的大门没有那么厚了，你的墙没有那么高了。我觉得你应该为此而感到高兴，教授的价值降低了，而不是为此感到如丧考妣。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给人一种什么印象，就是一定要读读这些书才可以，一点都没有，你就由着你的性子来。最重要的是把自己情商锻炼起来，剩下的事儿技术会帮你解决。高老师，我看到您非常激动，首先呢感谢您的精彩分享。然后是这样的，就是刚刚拿到的《思想福袋》这本书，然后您挑选了那个《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是它的主标题是人类社会的命运。那么我就在想，您是为什么选择这本书？还有这本书呢应该涵盖面非常的广，它可能历史啊、社会学啊、环境啊、生物啊、地理啊各方面都刚才我听了好几个小姑娘都在说好像，哎，还是比较广的。您对哪部分比较感兴趣？谢谢您，谢谢您。其实知识融通是一直所有知识分子追求的一个最高境界。如果有一天一个知识分子能够把历史的地理原因、气候原因，然后社会学原因，然后等等的吧，经济原因、财政原因、金融原因、货币原因，全都能一起炖在一锅里煮，其实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因为不然的话你总是偏颇的。枪炮细菌钢铁为什么是我推荐的第一本书，应该这么说，西方现代的研究方法里奠基性的书之一，在西方相当于这个必读书，以至于我前一阵我看到人类简史，哇，突然火得不得了。其实如果大家读过这本书的话，人类简史绝大部分的理论是从这本书来的啊，只不过把这本书的头和尾拉长了一点，但实际上整个研究的方法以及视野都是从这本书来奠基的。当然我觉得远远不止这样的结论，但是我觉得从他的整个知识融通的方向去研究事情，而不是从一个简单的单一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这本书可以提供很大的视野。就是什么影响了东西，不是简单的一个东西，而是一个趋势，而是一个综合的这些东西。最最重要的是这三样东西中国都有，所以这本书不能当作圣经来看。因为枪炮细菌钢铁中国全都有，中国的梅毒也不比这个他们的霍乱什么差哪儿去，我们的枪炮也不比他们晚，火药就是咱发明的，所以不能简单的从这几个角度去看问题。最重要的是他写的有意思，
它不是个学术书，它是个特别值得看下去的津津有味的东西，把历史重新煮成一锅。还有吗？就今天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在阅读，而是在被阅读。你像比如说我们去搜索，然后你搜索一个话题之后，你会发现它会无限的推送跟你之前搜过的内容相关的。所以在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哈，或者说我们逐步的在走向越来越人工智能化的一个时代，那我们怎么去解决我们的阅读问题，而不是一步一步的被这些去控制它？这个问题在胡晓明在做的时候，我是其实不能做深入讨论的。这些centralized 的大平台实际上主要是靠这个模式在运营，我没有办法在这讨论这个问题。等哪天不在杭州的时候，可以活着离开杭州的时候，可以讨论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怎么分离的问题，数据的价值的问题，就是最终人们是不是靠被阅读可以生活。目前只是把你给完整价值的一小部分，就是你的主动价值，但实际上你有很多被动的价值，就是你使用任何平台，你提供的数据方法等等等等，哪怕是最笨的一种方式，其实都会是一种价值。阿里云也好，就所有这些中心平台也好，他们每天都在想这个事情，就是未来怎么数据所有权、使用权，然后大家怎么来在一个平等的情况下来，一定会在这儿找到大家的一个共同点。所以我觉得也不用担心什么 AI 代替了人的工作，也不用担心大家把你的数据又如何如何，因为实际上在这世界上任何事情只要形成了规模，它又一定会找到平衡的那个点。所以这个数据的使用权和所有权是一定会找到那个点，不管这个点是大型公司自发的进化的点，还是大型机构立法改变这个点，这个点估计是大家博弈的过程，这个点是一定会到来。谢谢各位，我特别的高兴在这样的春天，然后在这么美的地方跟大家聊这些事情，希望以后这样的日子还有很多。谢谢大家。荷兰由于贸易，每年有上百万件的瓷器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到欧洲来，这荷兰人会做买卖，发现船运还是慢，干脆咱们搞点盗版。你看盗版不是咱发明的啊，这纯属是欧洲人发明的，所以他们就在这开始盗版中国瓷器啊，去做那些东西，特别好玩。盗版他们就管这个叫戴尔夫特蓝，完全是盗版中国的，但是一看就跟中国瓷器不能比啊。大家看看这些实物啊，我们都拍下来了。这戴尔夫特蓝的瓷器，就拿眼睛这么用旁光看都能看出那色泽光泽跟中国瓷器不能比，再仔细看那个画工以及那个里面的那些细致程度跟中国差太远，而里边画的特别奇怪，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